上次咱们两万人打了一千窝蜂，打了半年都没打。你的新兵只有3000人，怎么去应战？国家兵讨倭寇，已经是个定局了。京中再三催促，离越破敌之日只有20天了。 最近呐，石器傾向对軍部領導の掌握。十世之意必有忠心，堂堂权责岂不太用？大人，我听信總督信君。 这一仗你只能赢。